顶不住了，你不应该只考虑我们几个人。你看你说什么呢？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不为你们考虑。 娘，如果小静活着，她会怎么样？如果像你现在这样，她是不愿意活过来。娘，我明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娘，可是为了你们，我只能这么做。 就算是不太清楚的，把它重新放大了，也能看得非常清楚。还好，我们处理得还算及时。太好了，不过你要记住，以后不能再过着这样的麻烦。 林书记那儿，我去打招呼。不过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，也好，说明我们市政府领导班子更加团结了。老乡，我的万有你借，我放心了。 明丽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看看，天都快亮了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要小心点儿，我看你的外面有两个人守着呢。没事，姐，姐，你一定把这个帮我藏好，千万别让别人看见。我，姐，我想用下电脑，你带我去。明丽呀，你不把大祸惹到你姐身上？ 喂，哎，翠英吗？有事儿吗？明丽是住你这儿了吗？哦，嗯，她回来就睡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啊。哼，女人呢，就是不行，不扛下。你。
非要跟高维权撕破脸不可吗？啊！姐，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？我知道你对高维权有感情，我也知道在某些程度上高维权帮助过咱们，而且帮助很大。对呀，供我念完大学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不能因为他对咱们就这么点好，我就把这正义和良知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吧。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愿意看着你跟高维权这帮披着羊皮的狼在一起。他是狼，我跟狼混在一起。明理呀，别这么说，我不是不信你说的话。高维权可能对别人凶了一些，可能是狼吧，可他对我们好就行吗？你把他对别人干嘛？只要他对我们不薄，我们就要知恩图报。唠叨过去的事情，我带着你，大冬天的半夜里，还要顶着寒风，把当天上完的冰棍儿全都卖光。我也不愿意再提起，他是怎样资助你，帮你读完大学，因为啊。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。好好好，你都可以说成是那是因为高维权他爱我。可是明丽，他可出资了150万的赞助费为你在报社站稳脚跟，你难道一点也不念及他的好吗？你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，我都懂，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平静下来，你只有平静下来，我说的话你才能听进去。行，你别说了啊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了，我算是白带你了。哎，对，我白给你带这么大了。姐，你听我说，你最后再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听见了，高维权正往这儿走，我可不是危言耸听。如果你今天不肯帮我，我可能今天晚上就在你眼前消失了，以后你永远也见不到我，从此以后无声无息了。你别吓唬我，明丽啊！姐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不是吓唬你。高维权对那一帮矿工，包括那些死难的矿工家属，对池立强还有我，都已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。只不过是他没有全部得逞而已。姐，你不会糊涂到爱一个草菅人命、贪赃枉法的豺狼吧？啊，姐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你说，我说过谎话吗？我欺骗过你吗？还是我欺骗过什么人呢？明丽，你快走，赶快离开这儿，高维权一会儿就到。姐，我知道有你在我能平平安安的离开这里，但是我怎么能忍心让你为了我去遭受高维权伤害的危险呢？哎，姐，你一定要帮我啊！说的严重一些，你是帮那些无辜死在井下的冤魂，那些用性命、用自己的血汗喂肥了高维权和一帮贪官的冤魂。姐，
会全来了，他们下回来都按几声喇叭。这，你赶紧躲起来，快躲哪儿啊？啊，快躲起来！姐，我哪儿也不动。如果你不肯帮我，你愿意看着高维权害我，那我就豁出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能眼看着他害你吗？我求求你，你别瞎话吓唬你姐啊！我不敢吓唬明丽，明丽，你快带我去电脑室。你可锁好门啊！啊，你锁好门！哎，我去忙去了。姐，不是我跟你说，姐是机灵的，怎么说呢？不用我教你，你一定要沉住气啊！为了防止意外，这个胶卷呢，你帮我收好。你听我说，姐，如果真的遭到了什么不测，你知道应该把它交给什么人？哎呀，这可是证据。沉住气啊！我不会演戏呀，要是让高一全发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能行？你听我说，你现在赶快走。如果高一全找你，要是找不到，他一定会到这儿来找你，那我们就全完了。啊，赶快走，走！你一定要沉住气。你们李总，李总就在中心。废话，我知道他就在中心。我问你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要不你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去，你走吧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怎么？你把我拴到裤腰上了？你走到哪儿，我就得跟着哪儿，是吗？哼！你什么时候要用我，我就得耗着你。你的心就那个忽悠忽悠的飘起来，是吧，维权？啊？哎，好了，你撒娇放狼也不看个时候。宁丽呢？宁丽，她真的睡了？怎么，连我都不信了？
逼你这些天呀，也不知道他在跑什么呢。好吗，他来我这儿没跟我说几句话的功夫，就一个劲儿的打盹。哎，要不我给你叫他去，他乏了。他呀是该乏了。你怎么又穿着鞋上床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来，我给你按摩。你兜里什么东西这么个人？我兜里能装什么东西啊？那还不是女人用的那些化妆品啊。嗯，比如说那个口红啊，还有粉底什么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进了一种那个法国的化妆品，嗯，是美容药啊，不应该说是针剂，那隔一段时间打一针，这人啊永葆青春。你像你这脸上这些褶子啊，这眼角纹就能打没了。不过这针很贵呢。很贵，很贵很贵咱也打，咱们呢就不怕。我问好了，你也打吧。听说过去啊，都是领导人打，现在那些影视明星也开始打这种针了。那这样像你说的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打？我带你去法国去。这样，等忙过了这一段，我把公司的事情做一个了结，我就带你去国外，我们去法国，去国外生活，我们结婚，我们生孩子。好嘞，快去，去洗洗，快去。传统这些干什么去啊？买菜去，让你吃饱了好没事找事儿。哎，你
怎么了？血血！可别让芳芳看见了。奶奶，你在干什么？什么不让我看见？快去上厕所，洗脸、吃饭、上学觉啊！哎呀，老曲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喂，陈青吗？啊，我是明丽。哎，对，我问你啊，你们网站要不要独家新闻？来了。给您的早餐。魏泉，快点啊！哎，明丽还没起来。这现在的女孩子哪个能起这么早？姐，我出钱让你做老板。是当年你带着明丽最难的时候拉拢你的。你不会也吃里扒外吧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可是我为了杨明丽扎一条白眼狼。小卢在不在？你找谁？卢彤在不在？卢彤，去省城接林书记去了。哦，算了。好好 ，OK， 我看见了，没有什么比网络更快的了。那谢谢了啊，我挂了。什么？你们也想来采访啊？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来的越多越好。我们现在处境啊非常困难。电话响了。电话，好，你的电话。哎，林书记，我在家呢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林书记，我在楼下等你呢，啊，你下来吧，在楼下等你呢。我正看着你呢，你交完费直接上楼来。
西平的叶总司。啊，我是五洲日报的记者呀、啊。请问这个网上报道的消息，你们可以证实一下吗？网上什么消息啊？是关于你们所属的北山柳家窑矿发生的这个伤亡事故，隐瞒死亡人数的报道啊。哦，我没有看到啊。可以现在看一下吗？啊，另外啊，是不是有两名省报的记者在你们的采访的时候遭到了阻挠、关押和陷害呢？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。哦，那么请你现在立刻看一看。这样，我过15分钟以后再打个电话过来，好吗？哎啊。你一共去过几次啊？三四次。都是他们花的钱？这是。我问你，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？没提供什么情况。你没提供什么？他们这么款待你，你是哪一级领导啊？你还知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，成了我身边间谍了？你我瞎了眼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林书记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。我嘱咐过你多少次了，不准涉足娱乐场所，你为什么还要去？他们非拉我去。拉你去？拉你去你不能不去。那次黄市长也让我去，我就去了。黄市长也让你去？你心里就不想个为什么？我是不是经常领导都告诉你，黄市长说的让我去休息休息，他们就拉我去了。我问你，冯丽萍给我打过电话的事儿，是不是你说出去的？不是我说的。你还敢说不是？这件事除了你，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你还跟他们说了些什么？我听到的，都跟他们说了。你滚！滚！肯定是杨明丽那个狼崽子干的。他算他妈的，我真没见过这种他妈吃里扒外的东西。齐立强跟我们作对，还有心可原。他算他妈什么东西？他姐姐带他那么艰难，那么苦，他连他妈骑马那点人味都他妈没有。还是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，钟毅，那句话怎么说？好，为女人，小人难养也。高总，你别生气。现在事情呢，确实有点难办。杨明丽在网上把消息发布出去了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咱们把他逮起来，是不是反而不好呢？这不逮起来怎么办呢？他什么都知道，说不定啊，他还有胶卷呢。这个姓池的这么痛快把胶卷给交出来，这我琢磨着，又是设的一个圈套，让杨明丽把胶卷给带出去，所以啊，要把他给弄住了。如果
把杨明丽逮起来，她失踪了，那不会引来别人对咱们的事追查吗？高总，咱灭了算了，不是我马后炮，他们俩来西平的时候，咱们就太心思手软了。当初要是听我的，弄辆车，把他俩腿给撞断了，撞得粉碎性骨折，让他们在医院躺个一年半载的，不就啥事都没有了？这你呀，从来就是嘴上说让人家干。你要是有能耐，现在撞也不晚呢，你敢吗？哼！要是现在是死人呐，这不是往枪口上撞的吗？就知道喝。高总，现在事情啊确实有点难办。你说杨明丽要是咱们不抓吧，万一他手里真的有胶卷，因为他跟池立强一人一架相机，如果要是真的抓起来了，那就连傻瓜也知道是咱们干的。一旦公安局介入，那咱们可都成了嫌疑对象了。这娘们儿啊，这一手真他妈比告省委啊还厉害，如果全国都知道了，哎，你关系再硬都摆不平，还会带来一帮记者。是啊，这种可能性完全是有的。这帮记者见缝就钻，无孔不入，来两个记者就把咱们搅成这样，如果再来一帮记者，甭提记者，一提记者我头都大了，打又打不得，抓也抓不得，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的崩了。你瞧姓石那样。那个姓池的现在态度怎么样？这小子现在好像真老实了，现在还待在医院里呢。不，这些完全有可能是装出来的。高总，咱们对他绝对不能放松。程璐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在古语中，这叫做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一方面他把一个胶卷交给我们，是为了分散咱们的注意力。另一方面，他是想让杨明丽把另外一个胶卷带走。高总啊，我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杨明丽的身上。如果说他把这个胶卷带着回城里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不要慌，还不到慌的时候。我们过去想的那步棋，现在看来，他走了。你们要记住，我们是纳粹的公民，是民营企业家，不是杀人犯。我们今天的这一步，都是那个姓池的逼出来的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。为了大家的前途，为了我们的事业，还有帮助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放。
喂，明丽，阿伯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网上发布消息了。你为什么不在离开西平以后再这么干呢？现在已经有反应了，点击率肯定高。对，我也发给咱们报社了。哦，我呢是以我个人名义发表的，没经过你批准，行吗？对，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了。你不要命了？我不相信他们敢杀了我。你以为我像你呀？喂！西芳，你喝点水吧，啊，喝点水吧。我给你拨去。哎呀，这人家的东西。哎呀，我现在咋越来越觉得相虎没死，还活着呢？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哎，你在地下室的时候，每个骨盒你都看遍了？都看了，没有相虎的名字。那也可能。你咋尽往坏处想的嘛？你咋就不想想他们说不定跟秦玉宝一样，待得远没炸着？那要是没炸着了，是不是早该跑出来了？没听秦玉宝他们说，那里面黑着呢，根本就看不见道。今天都28号，都8天了。8天咋了？那说不定他们赶巧手上有水和干粮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让矿上下去找，这他们能干吗？那咱就这么干等着。再等等吧。我想，有池记者他们又照了照片，这事儿。要有结果了，哎，说不定今天就能有结果了。不行，我等不了了。哎，新芳，哎呀，你这就新芳。那个，要不然这样，池记者让我回去取那份合同，嗯，那也是个证据。我快去快回，等我回来了以后，咱们再商量怎么办。喂，池记者吗？清楚我是谁了吗？哦，你好。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你们的消息了，我们非常感谢你们，你们不愧是社会的良知。谢谢。不过我们压力也很大，我们遇到点事儿。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前妻家被烧了，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。我们全体职工认为啊，在西平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孤军奋战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啊。我已经派车去了，把你前妻一家人接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来保护他。你们到底是谁呀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我也想尽快和你见面，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们现在正在往医院门口走。不，你别出去，我知道门口有他们的人在盯着你，你会不方便，你在那等着，我们的人啊10分钟以后就到。这么说都拍下来了？我们也不在现场，只是听他们说的。哎，来喝点水。谢谢。来喝点水。他们说拍了不少张照片，可是那个骨灰盒可能又被矿上搬走了。那没关系，只要有照片就行。
你们来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，嗯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哎，是池记者让你们来的吗？嗯，对，池记者在医院，是杨记者打电话打到招待所的。嗯，他说让我们赶快来找您。杨记者还说啊，除了您谁都不能找。哎，另外还有人一直跟着我们到了这儿啊。嗯，为什么当天没死，就是等到今天谁啊给杀了。没想到。哎，请问你是叫刘信芳吗？对，我是市报社的记者，我姓刘。我想找你问点事儿，关于北山柳家窑矿的事故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那进来吧。他们是北山柳家窑矿的两位职工。哦哦，快快进去坐吧。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倒点水。不用了，事情很急，我们说完了就走，不用倒水了。跟你混了这么久，还学不到你的东西吗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呢，我在网上看见了关于北山柳家窑矿事故的报道，引起了我的很大注意。报道中还提到了你的名字，我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这里。网上也提到了我。是啊。哎，你不就是那个对象还在井下没有出来的信芳吗？我死了。对，是我。